现在韩国瑜好不容易提出来，希望照顾一下我们的年轻人，希望让我们年轻人的负担轻一点。结果呢，蔡英文、民进党全部一个都酸言酸语。老实说啊，最近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韩国瑜在举办青年论坛，不管年轻人提出什么问题，韩国瑜都是正面回答的。那蔡英文敢把他对年轻人这种态度举办一个座谈会，他敢在头直接讲吗？花这么多钱去盖蚊子馆，去养蚊子，为什么不花钱去投资我们下一代的孩子？养蚊子重要还是养孩子重要？每一个年轻朋友，他不会随便跟自己的信用开玩笑。那今天将近还有40万左右的年轻学子还不起学贷，政府一定要把利息吸收，而且要告诉这些借学贷的青年学子们，不要怕，政府会做你的后盾。民进党现在看起来好像，很多年轻人在支持你们，可是年轻人不可靠，因为年轻人到时候睡过头了，或者是懒惰了，或者是要考试了，他们就不屑去投票了。老实讲，我说真的，如果蔡英文用他那种冷言冷语，用他那种冷冰冰的态度，用他那种你自己去找你的老板解决，你要自立自强的态度，我看年轻人恐怕不会放他出去，恐怕他那个会长他出不去。所以这个就是蔡英文可怕的地方，因为他根本不想听任何人意见，他只要年轻人的选票，其他都不要。韩国瑜说，其实年轻人去贷这50万，老实说，谁会愿意为了50万打坏我一生的信用？我当然是年轻人有能力会尽量去还。结果我们的教育部告诉我们说什么？哎，这个不能这样做，要小心哦，年轻人会去套利哦。哈，变成会去套利啊？套什么利啊？拜托，你每个月利息多265块钱，你265块钱要套什么利啊？这个政府把我们的年轻人都当贼，你知道？你们台南人的子孙都被人家当贼了，我们还要忍受这种事吗？现在你们继续黑没关系，他们现在呢？李嘉芬说，如果这个学就是这些那个学费呢？到时候贷款如果真的有人付不出来，政府就吞下去吧。他们也开始要在那边造谣，也可以在那边生事。他讲的是什么？因为莫忘世上苦人多，因为真的有很多人他就是付不出这个学贷，他很想念书，可是他家里经济状况不允许。那这样的人，难道我们的政府不能够让这些经济上真正有困难的人，让他好好读书，让他不要有后顾之忧吗？蔡总统你是最熟的，你之前还在他的办公室待过，可是我们可以注意到，韩国瑜现在这个时候开始一样一样的政策丢出来的时候，蔡总统是不是开始紧张了？当然要紧张啊，因为民意已经开始在转向啊。民意虽然民调调查吼拢足悬的，也唔过吼，民调恁敢要信？恁敢要信？啊，我是选择性相信啦。因为嘉义县我家己有做民调，即摆网络顶悬吼有一份民调，你敢知安怎？安怎？用我的民调，怎啊改数字尔？数字改了。怎啊直接改数字哦？迄有够含万的，要共改吼嘛改较成嘞。我2至7页，迄民调做出来是几本嘞？2至7页，哦，伊也无改，啊怎啊吼？乡镇别嘛无改，结果吼，就咱改内底数字，数字改了。讲迄边做诶，开始吼宣传讲啊，我无伊诶一半啦，差足多啦。哦，你意思说明文规定高咯？唔知怎改啦。哦，啊，你可能伊无遐讲啦，改迄条数字吼，你要改，你也把页数也改一下，哦，啊，乡镇别跟我不一样，完全一样，只有改数字。啊！即摆伫网络咧传，我感觉我足见笑，我真正有输遐济吗？我赢还变输一半较低啦，安尼你会相信无？不会。所以吼，若会相信民调的，拢见头的。真正，民调袂听一字啦。啊，民调若会准的话，韩国瑜会不会当上市长？不会。不会嘛？民调若会准的话啦，国民党袂调遮济县市长。所以民调是一个参考，啊，咱大家吼心头抓好定，周边的朋友亲戚，咱甲伊斗宣传，甲伊斗邮票，安尼才是正港的啦。大家讲对唔对？对。民进党永远都是两套标准，今仔日吼
看迄卡300万的好加在是陈大委员呢。今仔日迄卡300万的人，韩国瑜拖，隔天就换了，都免算啦。对，有影无？你们相信无？相信。那是韩国瑜拖，免算啦。那是林国庆拖的，嘛免选啊啦，对不对？对。人伊选甲吼，哦，啊，但是吼，我甲恁头讲啊吼，啊，你唔通互朋友知，已经甲逼甲吼，陈明文委员竟然会站在马路口开始，大家好，我是陈明文，你好，我陈明文，哎，我们恭喜他勇敢走出来了，本来。惊无啥会出来，人拢会问我300万是啥物情形？今麦吼，哎，但是嘉义王也要站街头啊！他现在都站在街头，而且送劳工朋友下班，迄天去民雄吼，开始徛安尼，啊，我还怀疑我看到的是真的吗？啊，今麦吼，他唯一的，他被你逼急了，对，有点民调，属实咱赢足多，啊，我们还是要低调，因为。嘉义县传统的农业县哦，金钱介入的问题很严重。嗯，今麦吼只要按时开始办餐会，船长、船办公室就爱叫这船民吼，因暗唔免煮吼，来咱的庙口，啊，咱有准备暗顿哦，文静说明会，啊，食食因的，啊，到底这是食政府的，还是食伊个人的，我唔知啦。嗯，啊，即马开始后，就一个一个开始轮流骂，骂骂骂，拢咧骂林国庆，骂骂食饱，要等于一人送一条英明牌起锅，等于洗嘴洗洗，跟骂林国庆。哦，即马规工大家食饱，因敢咧骂我。啊，我甲逼到安尼吼，我嘛感觉足光荣足骄傲啊啦。啊，但是咱讲真诶啦。我咧摇山哦，大家捡，大家捡山啊，捡去食，食到欢欢喜喜，唔通警察来抓我去死。我摇山啊，伊互恁捡啊，捡捡恁食到欢喜，结果落山啊卡咧，警察来抓，我大家走了了啊。收归收，投归投，对唔对？对。啊，选举啊，搞出头足多咧啦，出头足多啦。所以吼，恁老亲戚朋友吼，甲拜托一下，带伫家己个，甲甲我斗条通知，斗联络一下，好唔好？好的，哎，拍死啊！我不会挡，我不会阻挡他们啦。来，继续我进来。哎，我一转岗完了，我一转岗家己来了。动手，好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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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。这我家己安排的啦，咱两个酒桌无熟悉，对不对？哎，恁唔能当作真正我安排，我安排嘛，安排我小弟，这个较对。欢喜啦吼！我感觉啊，这段时间真的，韩国瑜市长安尼走甲乌打散，啊，甲我同款的，我拢乌打散这班呢，啊，那边拢白白又胖胖。所以现在你也要分吼，对一边的，干那看有乌打散的无，还是白白水水的。咱的饼三顿吃，人的饼好吃。做立委、做县长落来，财产土地会使50几平，你看着几？啊，我做一届立委，厝里无鼎，兼无灶，官司带15条，我干那趁官司。啊，我离开民进党，搁加8条。陈明文委员甲我过6条啊。台铁甲我过一条啦，嫌韩国首相也甲我过一条，安尼阁加8条。我想讲，我离开民进党啊，我唔免阁为民进党排官司啊，啥物呢？离开民进党，煞民进党咧告我啦，遐好离谱啦！所以我有时候我会觉得错乱，政治感情这爱真哩龌龊，这样哩对立，这样哩收分，这样哩无人性，对不对？对。咱政治应该是。大家互相尊重理念，莫因为理念来变仇人。但是偏偏有人咧操作仇恨，支持迄边个叫做爱台湾，啊支持这边个叫做出卖台湾。即摆我啊讲出卖台湾这边个啊，啊我咧为我若无离开民进党，敢咪讲我出卖台湾？嗯，我甲恁做伙，我哪有算衰啦？
我来卖跟恁做伙，伊拢袂讲我出袂台湾啦，是因为恁的关系，假来造成我的问题，所以恁来甲我负责任，对不对？爱负责任咩？可怜啊！我甲大家报告吼，我今天衫有水无？水。拄只化妆出来，我一人送你一件好唔好？好，恁咧讲的咧，我都踮咧听去死。拄我马上会选成立。无可能送恁啦，卖欢喜啦！迄一条起膏吼，市价嘛爱四五十块，无代志。迄条起膏啦，国庆也送的吼，可能出入地方法院啊啦。我前几天吼去出庭，吼，佫有电视新闻台佫甲我讲林国庆咆哮法官，哦哦无啊吼，哎，因咧甲摆啊，我袂使讲，甲拖出去好无？甲拖出去。来好啦，咱这节目吼有照时间咧排，我袂使讲伤济啦。你若爱听我讲吼，甲来加伊，好不好？我即阵逐工拢小型的说明会，十个、二十个、五个、八个，我拢讲。所以讲到啦，我拢无啥会靠假袂分会啊。啊，拜托大家，吼，感谢大家，祝大家，谢谢。